没办法，就是说要求您必须要怎么样，但是大家在乘坐过程当中哈，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的哟。如果说有那些不安全的行为，可以来电告知我们，我们可以跟那个提前哈，就是跟临近的车站联系，工作人员可以上去提醒一下大家，还是注意一下自身安全的。